排泌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乐》的节目。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刚才眼看到的样片啊，是安利客家电视台第一集七家族的通话节目哦，给很多吃的些的节点，要在吃的些的节点啊，都今年还一别金钟奖哦。还讲《福喜乐》的头版就有邀请到要在吃的些的节点，而且改变对也陈淑妮欣赏个个球名作品。改变了耶！先前福喜来没有邀请到苏颖先生来到 Any 节目当中，今半日当福喜又邀请到苏颖先生来到节目，同大家来分享自己新的作品咯。大家来分享苏颖先生。大家好，我是陈淑妮，专门写古诗本事，偶尔看来欣赏。没错，是欣赏。伊咪老师欣赏头摆就是偷师范大学，所以就是老师一直都在当老师嘛。是做欣赏，对对啊，头摆做欣赏，有限的时间，张乐写故事啊，呀哈，就专门滴个写故事就超诶，可是专门写故事，对啊，然后算专职啦，专职写作就对，写故事啊，对啊，鼓手啊，想要问一下欣赏，总共安尼写出来的作品有出几多本书？其实我写当当年嘞哈，算起来是民国76年的时间。那时又写个童话故事，都在国语日报上面发表嘛。我们是开始引进到写故事本身学看，读了下差不多为30年嘞哈，你说两年为30年嘞，很假个。算起来差不多就50多本啦。哇，古说30年的时间下来50多本的书，因为有的书好长，有的书是慢。长是算起来就50多本啊，啊就到书系到其他写书的老师的哈，他用他编的个《爱你爱到合集》合集的感觉，好，然后系安尼。不过我想要问先生，你头摆滴个算是兼职写作的时节，同样他专门专职写作的时候，个作品的量必起来，又莫穷人吗？头摆是头我系教小学啦，新竹师专毕业，我妹找我去读师范大学，对，啊，我妹找我又去台东读儿童文学研究所，啊，一改下，日头走线上告诉啊，日头写故事的时间哈，一改会好紧张，因为我弟讲哎，白天爱去走线上，摸按到时间好写嘛，你总做唔得，日头走告诉我上日头走这个事情做唔得哈，但是下班嘞，咱就时间好写，啊，都就时间时间啦。礼拜日啦，哈，放寒暑假时间，你是不当紧张啊？啊，难得就时间写开写哈。啊，到两行专职写故事时间哈，你是不起到讲，唔怕，还稍作喊就喊，什么很紧张的啦，冇按到压力嘞，冇按到压力。不过算起来啦，还是阿妈的年纪啦，总得挺散哦。真嘅，还是用年纪写，所以仅仅讲比较起来哈。我是都差不多啦，看下世界狭隘数到两下世界狭隘数，就量上面来讲哈，嘛系差不多的，差不多。古手当于按多本，10多本书。刚刚欣赏没有共同，嘿，台东太好儿童文学研究所，我们又去读书。这个儿童文学研究所，刚刚欣赏没有共同，这个作品太甜。
但是都是下本生意来看的，全部也本生意西欧的款的，韩国低度下的东西，当中是下头摆，韩西时节的故事，也是讲生发低度的细节，一些生活的故事，这么该不会用亚种的风格？其实哈，趁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儿童文学哈，啊，像就是阿 Q 麦讲诶哈，我们这个生活里面的故事哈细节啊，该按你嘿紧紧就发生过的事情，然后按你什么了，给按到散文。散文。嘿，那上次像两本妮子家的餐桌地板的事情，紧紧应该写写时间又聊到事情，然后就然后给记录下来，嗯，称它为散文。散文。然后上次按你问一下。都有按到小说，啊，小说紧跟王爷时期吗？莫是听哦，啊，上次系作家给到给编撰出来的，想出来哦，好，可是哎，你看有些是起到哎，从因紧跟的时期，很懂精彩感觉，对，然后按你是简单是讲给按到小说，小说啊，还那种按到童话，嗯，啊，童话地不如可能像特色该哎，还会为还会让莫还会讲话的哈，会讲下去唱某个东西个，哎，起到哎你。剩饭当够，嗯，我欲望厌食情，可是佮系只动精彩的故事，然后按什么，老佮讲按到童话，嗯，对，所以爱狭隘故事，全部系本小朋友看的，啊，爱买下童话，买买下小说，小说，啊，今本也来介绍两本哈，妮子家的餐桌，嘿，该佮是算散文，散文，像阿 Q 妹特先讲诶，是按你爱写写时间来一些发生的一些动身起的事情，好，或是按你客家诶写哦特别热爱生活经验，来让佮记录下来。冇错，讲到亚客家，其实苏尼欣赏有众多的作品都同客家诶年数有相关，差不多有几多本书，也是哪几本书系同客家相关的书。有诶，今日就带到过来哈，像两本妮子家的餐桌，还有跳绳该动画地板都该狮子色的街灯，啊，还有像两本千段架。嘿，其实因为爱到新竹北部台，爱是北部人哈，爱说说一去到国小、国中啊，一去到都北部台，所以其实哈，展开是啥时间哈，冇特别讲啊，爱写客家的东西，冇哦，是想讲哎，爱说说这些生活的经验呢，记录下来，冇特别讲哦，俩是安尼客家的东西，我们系统儿文所、系统儿童文学研究所，其实发现都讲，哎，想安尼客家东西的儿童文学作品，从伊冇讲到。我们应该是讲哦，我自家是客家人嘛，啊，我就会写故事嘛，开始整个诶，因对客家就的使命感哈，使命感就对了。嘿，其实诶，写这个东西不安尼爱小朋友看，啊，其实爱莫讲一天诶，安尼客家的小朋友来看，我希望讲其他族群诶，闽南人呐，或原住民的同胞们呐，其实对安尼客家音有兴趣哈，来看一下俩的作品，诶，了解讲哦，原来客家人有俩种的风俗，诶，那对美日哦，好么是。哎，客家人会特别喜欢吃什么？我们相信是每期都动好些啊。我希望，每哎你一届时候又来看，其他的族群的小朋友，他们做得来接受哎你的东西。真行，像爱看妮子家的餐桌啊，俺就看到弟弟波有懂得给文字，对俺来讲很熟悉。比如讲，我们该做嘟嘟做 QQ 做来钓到三斤猪肉啊，他就写可以钓三斤猪肉，然后我就这不是我妈妈小时候。对，就会按钮有一种很懂亲切的感觉。对，所以就是把我们客家会用的用语就把它放。啊，我觉得这本书很棒的一点哈，它就是它会，因为我像刚刚说，我会期待其他不管不是客家族群的人也来看。可是我们客家人自己看得很高兴。对。那万一他们进来看的时候不太懂的时候，这本书后面它就会有一个注释。没错。对，它会帮你跟你讲。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其中有一篇叫做《酿古董》，有，俺鸦片就有，其实古董啊，这里面的意思跟我们华语的意思古董是不一样的，差很多。我们华语说的古董，可能是说，那很旧的东西，因为用了很久了，很有价值或什么，我们就称它说那是古董。对。可是我们，
Hard Boy 哈，王牙庄因憨古董啊哈，就是他很幽默，很好玩，动身起啊，所以其实是两种莫琼龙的意思。蒙超古松牙低度就有这个注记，其实有懂的，比如讲我们个蛤蟆，对不对？蛤蟆也有注记说虾麻虾魔，哎，他跟他就是蛤蟆，跟那个癞蛤蟆又不一样哦。那个蛤蟆是可以吃的，走的是的，啊，那个癞蛤蟆还是不带来，所以因为哎，你可能要本书时间，好像都不太了解的东西，其实都有注意。那个编辑小姐给就是 tip 片英文，哎，你对哎你哈盖祈祷哈，英文哎，等下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把它注解下来。古手啊，唔咩行业，咩做的 connection 呀？妮子家的餐桌，而且其实妮子家的餐桌以条前就是他先前还有一个前身叫做妮子家的事，生了呀呀六本书。有嘛该冇穷用哦，但他哎你再个同太家来讲，你阿廖文说他是前身跟后来改编的，低度有懂都懂都会冇穷用，对不对？不管是不太一样，在他编的方式还是内容上面，改文章有懂都会冇穷用。好，故事先休息一下，等下再来再个同太家来分享。真的福气了的节目，我是综艺群阿群妈。今天的节目提到，我要同大家分享的是苏尼先生记下的妮子家的餐桌。好，刚才有讲，也哈是今年2016年、2019年再版的妮子家的餐桌。其实它有一个前身，很多妮子家的事。对那这两本有非常多的某穷用，也哈就来向先生同大家讲，有那的某穷用。好，两本妮子家的事哈，妮子啊。妮子好帅，两本书第一本读的妮子好帅，是讲当爱惜，当好搞，所以两本书可能小朋友可能也觉得啊，当神奇，很好玩，很爱吃，写完了之后呢，他就是冲下出去，天天啊走来走去啊，清东西写啦哈，去迷寒呢，去做嘛改，是当快乐来说啊，我们两本呢，给。两本是1999年出版的哈，都两下请求嘞。啊，本妹当年佮又得到那个好书大家读的年度好书的推荐哦。啊，本妹按时间过来按求嘞哈，本妹是摩扎国出版呢，后来啦，只有只机会哦。本来当年哈，佮得奖时间，佮本来很爱去参加比赛，文章得奖，可是该比赛的单位摩浪来出版。我们遇到一家贵人，好，给《民生报》哎，主编桂文雅小姐，她说，哎，该按你来出版，给帮我们出了妮子家的事。结果后来特森港啊，那么多年过去了，所以后来那个版权啊，又回到我的手里。啊，还是遇到桂小姐，她很喜欢这一本书，其实问爱讲，你有兴趣找个老小朋友写关于妮子的事情吗？对，刚开始都好啊，开始都写嘞哈。可是俩好写嘛哈，动快乐，好搞好事。但是本妹俩本的妮子哦，先讲俩本长错了，给是简体字哎。对，俩本的妮子呢是好台嘞，好一开始是想讲不止讲是啦，而搞嘞，可能佮慢慢会碰到一些离别的事情呢，伤心的事情。对，开始剩下差不多就增加半本哦，数量来说啊，它的字蛮多的。好，其实剩的简体版字出来嘞，好剩出来，本位哎，国语日报发现讲一起的两本书不错哦，野丫头的美味，野丫头的美味童年，他就觉得说，只有简体字，那我们繁体台湾的小朋友就没有看到，就觉得很可惜。他就说，那我来出好吗？再勾寸，对，就变成妮子家的餐桌，对，妮子家的餐桌。对，可是这个编辑总编小姐就非常非常的用心了哈，她就在编排上面跟妮子家的事就不太一样，跟美味的童年也不太一样，它有按照四季
啊，春夏秋冬这个四季。而且我觉得它里面虽然底下下本身你来看呢，我还吃到有一些嘞啊，酸酸腐腐，有一些嘞感同的故事。可是听慢慢的出来，亚彤，你这家的事应该是某穷用哎，对不对？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是很欢乐的，嗯，不妹子，嗯，好好弹音嘞，好，可能我读到一些好难过的事情嘞，啊啊，觉得好恐怖的事情，哎，也就把它加进来。啊，就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把它拍。可是呢，给憨黑有收女子家的是快乐的回忆，好高哎，好谢啦，啊，春不憨黑就表了来，所以即使显得这个作品就比较更丰富，更完整。对啊，歌手欣赏还有一张问题哦，你听讲妮子妮子，你知道妮子啊，你像客家人的名，阿群妹啊，我就是阿群妹，你知道吗？疫情就变成阿群妹啦，所以我很好奇，素怡老师的陈素怡娘跟名的运用诶，同妮子搭上关系的。这个哈，就是。爱按到亲属妮，嘿妮是鼻音很重嘛，对对对，比较不好发。那所以哦，我们客家人的女名字通常都会加上一个阿，对阿群，对，所以在家里通常如果要叫我的话，就会叫阿妮，阿妮，对，阿妮阿妮，就那个音妮不好发，所以呢，家里的大人都叫我阿妮。啊，阿妮阿妮，所以那个妮舌尖音比较好发，就变成阿妮阿妮。那后来因为小孩子嘛，所以就会妮子。上次有时候伤心美文会买妮子，好可爱。对，所以后来就想说写的是几个谁谁世界的时期嘛，所以按到妮子不开的时期，所以是你这个调皮的小妮子。对，所以其实这个妮子真的是我的小名啊，好羡慕这个名字，很好听哎。谢谢。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妮子她的角色特色非常的鲜明，就像醒长工哎，好生好搞，对不对？虽然里面写她不是很爱读书，可是我觉得成绩应该很好。成绩其实还不错啦，因为伯母是读师专嘛，成绩穷爱爸爸考，穷爱爸爸考，摸什么也爱样子啊。可是因为说实话，该哈哈大部分你经济状况如果没有很好哈，或者是对女生啊，我们也会期待说，你还白走心上，所以我们是去投师专嘛，哈，我们投姑嫂啊，妮子她在里面的性格特色懂明显懂清楚，感觉会受人欣赏。身为一个创作者，是妮子算是一个。作品，因为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它算是一个创造出来的。是。那我想知道老师，在写妮子的时候有没有你告加油添醋啊，添加一点，让它变得像妮子家的餐桌这么的丰富，这么的好看，还是说这就是老师？其实我真的要说了哈，这个妮子家的事或妮子家的餐桌里面的那个好吃的客家料理哈，紧紧动火线。哎呦，这个阿肯妈可以作证。讲拢硬，还有人是悠悠滚，用来讲，因为硬你坐高铁的时间，硬滴个烦也本熟。啊，坐高铁真都不卡，就懂安美，懂雅的啊。硬看到底度有一出料理是牛温水。哦，牛温水。牛温水其实虽然硬黑滴没有滴汤。七八哈。对，就是七八，然后给金给那个汤水。对，汤水。黑糖姜。黑糖水，对对对。然后就看到暗痛，身材懂上卫生。不过低头被硬买，你也不是耶，多少个熊都咬去吧？对，个熊都咬哈都喊东熊蛇，多少个熊都摸醒啥？是，七个妮子最喜欢的客家料理黑马盖。对，所以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客家料理真的很好，都是真的好吃。那个性上面来说哈，或者是说基地本如当圣洁的事情，基督多的事情哈。其实没很紧进来啦，像爱做做妈阿爸哈，莫是去讲炸烂饼个行人过去送便当，其实这些事情都是真的。那像阿姐们说的，有没有加油添醋呢？那其实就是我们会放一些文学的趣味进去。我怎样先带领小读者进来关心这个妮子，她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哦，然后她跟着妮子去跑到爬到那个喜胖达亲阿公，哦，跑到那么还是很爱阿公啊，慢慢的去经营她，带领着她，然后最后当妮子出门去读书，然后去活动回来七天。就发现阿公真的就
突然之间就这样走了。其实，阿 Q 莫爱亲友感觉的那一篇哈，因为爱知道。头前都写到东方戏，就是里面头前都写讲，哎，伊没有平看戏呀，阿姨嘛共头钱，共头钱，我伊买通的呀，东方戏呀，啊，不过我出去旅行亲戚，转来阿公就不见了，对，就走了。所以其实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们就会把这些。剪裁起来，我们怎样带领我们的读者进到心里头，跟阿公产生的那种感情之后，然后再带到后面去。所以说，是不是真的这样？真的是这样。可是因为一个作者，他会去整理，对，剪裁，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感情存在。那再回到阿 Q 妹刚才问我，我最喜欢的是哪一道菜哈？其实就说我很爱吃啦，其实都很喜欢，但是如果哈要说是哪一道菜让我最感触、印象最多的，应该是那个蛤蟆炒拐子。哈哈哈！哎呀，观众朋友，虽然炒蛤蟆懂得人讲，糖起来懂得人讲，但是对于妮子来说是另外一种的可怕。对，蛤蟆炒拐子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哈，该行我不靠总天嘛，广播世界啦，从海尾上西尾就该钓了该做的，用应该广播世界，我阿公是无爱讲，我来亲，你也当爱穷海去亲钓的哦，可能就钓该钓了都地板毛，然后河啊我是天然鱼，哦天然鱼是咧吧，哦根本也摸亲都钓的，可是就两只大虾嘛。两只青苔的台虾嘛哦，两只青条哈，合并起来差不多安台，哇，那是都 OK 蛤蟆，蛤蟆美赖蛤蟆哦，它的皮肤是很光滑的，啊，两个眼睛是圆溜溜的，我觉得好可爱哦。哦，太蛤蟆，所以会发生那个事情，不输你身上暗油干光，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过进来。福气来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群妹。今天节目地度邀请到的是陈淑妮先生，今天来同大家讲起今年新出版再个出版的作品《按到妮子家的餐桌》。刚才有讲到本淑妮先生吃到亲友感觉最有感触的味道是怪西炒蛤蟆，嘿，怪西炒蛤蟆。刚才讲到做到两只太蛤蟆，嘿，那时吃的哇，那个眼睛圆溜溜的，好可爱、啊。我就跟那时候阿公讲啊，阿公你。学幽灵，你学大狗，然后学蛤蟆，然后想，好好好，你是做专业，就把它带回家去，总该下桶哈，撞水，好病人，还有那个蜗管啊，偷人，将去走开啦，那是病人啊，真的是宠物，爱学诶，爱学诶蛤蟆，哎，不会，哎。就声音的判来请来强下医疗，是出医疗呢？疗到唔记得咧，转来他完全唔记得讲阿要学下嘛，转来看大家失判咧，啊我没有失判，只强下医失判，失判哎，失到一道，该怪事唔地吵嘛个样，很好事了，哦是家己玩判哦，啊我们失保谁信谁好是血衰冇咧，唔记得阿要下嘛咧，天然一造先红起来。哦，大家要做啥咧？我写我说，哎呦，我初步要学下嘛哦。你实在是石同我看，咦，唔认得咧，是穿两条蜗管哦，然后是，你奇怪我蛤蟆见咯，什么？阿婆我蛤蟆咯，阿婆讲，你初步你冇识啊？该炒怪事啊，蛤蟆炒怪事，你初步你识得咧啊？啊，是哭得来石同孙，那是太屌，我蛤蟆识得咧。所以你问我讲，哦，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蛤蟆炒怪事。欣赏底下的故事，也许就像到这样声音呢，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故事，或者是类似的情境、类似好玩的情节发生在演的生活当中。不过，淑妮先生用非常浅白的文字，你就可以觉得，哎，被打到了，让我回忆到我小时候，对不对？故事爱给问你，就爱问淑妮先生一个惊喜，是，这是我们的公众人员以怂恿去请到，哎，老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他是第福建的一个永春实验小学四年一班的小朋友，他写《野鸭头的美味童年的观后感》，就是你。妮子家的餐桌的简体版，是简体版，对他的观后感，他写说，书中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两篇文章是紫苏梅子跟。
挑蓝风帆，就是我们的凯丹风帆，凯丹风帆，对，然后而且他还写说，挑蓝风帆是妮子家的习俗，野丫头的美味童年有趣生动，每一篇文章都让我仿佛走进了那个情景，而我在这本书里也收获了很多，我懂得了母爱，懂得了友情，学会了分享互助。确实是很好的礼物，真的。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可以从读者那边获得这样子的回馈哈。而且，我说那个客家的使命感，又让我更高兴一点。怎么说？因为吉特森讲啊，原来他们挑蓝风帆这个，原来他们是妮子家，他们有这样子的风俗，妮子家的习俗。对，所以就对我觉得，哎。你看，连福建的小朋友他可以理解说，哎，我们客家人，客家的小朋友他们家里有这样子风俗，我觉得其实就是各个不同的族群之间能够互相了解是很重要的。没错，而且我觉得第一度懂得故事啊，就是刚刚我说的，就会发现到，哎，你从先发动作，我们小时候可能因为随着时光渐渐长大，你会，就像有时候你看到可能很知名的一些动画卡通，你会想到你喊。那些可能被遗忘的曾经的梦想，他又回来了。对，就像我们小时候都会有一个心里害怕的地方，但是你又偏偏必须得经过，就像爱喊 CS 姐爱托苗栗的侨寓国小 KU后告给对面啊，就是有一个坟墓，是哦，有一就一个而已，可是就是在我们的校园附近，所以会后三个全部就懂讲戏都给骗，是，然后那就会有一些恐怖的鬼故事出来，妮子里面也有，妮子家也有，妮子妹有一张扎眼片，扎嘿，因为北部因此地阿玛个安诺扎染片，哦，真的哦，那其实是公墓。对，哦，对，好可怕。穿过那个公墓以后哈，就会到一些乡下的茶园那边去。所以那个事情就是我妈妈和邻居的帮妹琼阿姨砸叉，啊，讲讲带盆包去吧，求他啦哈。中午摸好事，是讲哎，你今日病了，你中午送盆包来不来？啊，本来到阿总隔壁的时候我讲，该阿妹也来啊，我梁山蚕豆台，本来我梁山琼阿姨送盆包，我想梁山年纪的男生。嘛，啊，叫阿狗喊狗打篮板，还又怕，该是好唔惊呀？哎，忙的出发时间啦，叫爸爸来讲，去查对度诶，日本医生擦药，日本医生，啊你只你两张盆包不一起，哇，我一杀款两张盆包，喊狗打篮板是在，哦，开始动精彩嘞，一路向往，就是穿过去听到一个稀稀疏疏的声音，就知道好像有什么东西拔腿狂奔。分的感觉，对，所以给地表读史就让就对我恐怖啊，又对我伤心，又对我难过啊，死到妮子家的事又不一样啊，妮子是好台嘞，超共同这个伤心的部分啊，就像阿 Q 猫一块是头先有图本太敢共，就是那个阿公的帕特纳莫，我吃了懂感同，其实我想对妮子老师，对苏妮先生，你们有懂感同，其实我一直都咧很记得我出门旅行该亲一日签，阿公特特纳人。500块不爱讲，你带人去卖东西是按好事，那阿公都了解。嗯，我知道伊讲阿公唔是啊，我有钱嘞，其实我系好意。我讲阿公伊留着自己用，还我有钱嘞，我爸爸就拿不爱，唔是嘞。阿公生气呢，佮讲阿公拿不钱不应用，唔买哈，宝贝转来嘞发现阿公摸出来，你哦，还唔去砸公你？去马上投钱哈，哈马上会找个讲哦，你出门时间阿公那钱不一，你是亲到阿公哎，然后那种心情真的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深刻，对对对。你单枪的对阿公，其实还有爸爸妈妈，是从有一招下八卦名虫，八卦名虫，对八卦名虫，其实泰嘎亚他都得去各个文物馆、客家文化园区，全部就看得到那个雕花，很多叫栏杆呐、啊，很多细细的，还有很多凹槽，对，有花有鸟，对，妮子小时候最讨厌的，是为什么呢？因为爱加工系木匠，好，爱福卡就一张当台当匠诶八卦窗，系爱妈妈诶嫁妆。好，给爱国小四年级以前，都系听爱爸爸妈妈穷下都该八卦窗当过睡觉。那因为八卦窗
在那里哈，一团吸溅纸又灰尘。我爸爸是或者妈妈是会讲啊，你去用抹布哈擦干净啊，用水啊擦干净。可是该哦，我外公的手艺人该当好啊，该掉了是不是？该发了，该热了。哦，我用该湿抹布一叠一叠往里出，哦啊出几球呢？该我白色我搞到哦欢天喜地，我下就都不敢出。所以其实该下啦，洗洗时间对八卦窗水才起到。啊，娘哎，俺麻烦哦。嗯。哎，可是慢慢长大了以后，妈妈突然过世。就离开了。那时候我比较大的，就跟着阿婆睡觉了。那个八卦窗是变成爸爸的八卦窗，然后再慢慢的时间再过，我年纪又再大，爸爸年纪老了。那我们常常父女之间的对话哈，很爱爸爸的眠床哎睡觉，阿个的错人眠床他又该挨等呢。爸爸身体没讲断好，是从阿回到去印象深刻里面是到爸爸来对话是很容易。然后慢慢在年纪又再大了以后。爸爸也离开了，那个八卦床，说实话是从伊母为所好摆嘞啦哈，不免是爱哥哥讲，爱爱爱八卦床，他要留住对爸爸的一些纪念，那没有问题，哥哥在台南，所以八卦床是天然哥哥去到台南嘞，去到台南几年下来，哥哥也走了，那。年纪慢慢大了，哥哥走了以后，那个八卦床有一天，因为侄子和嫂子买了新的房子了，那八卦床就嫂子就问我啦，她说啊，妮子你对八卦床，因为我常常说我很喜欢那个八卦床，还会讲一些以前擦八卦床挨骂的故事给嫂子听，嫂子就猛爱讲啊，那八卦床你起的，我讲好啊好啊，不爱啊，爱起的爱爱啊，刚好我的儿子。我来也没讲，哦，妈妈该是外公，他没有见过外公，然后他说外公的八卦床，他好啊，我要，然后去讲去爱，那个就很高兴，刚好每入一家房间，我坐在那边，开始八卦床就从新竹去到台南，啊，宝妹就从台南来到爱屋卡，记得啊，还是到爱屋卡嘞，而且我没就融哦，我还面疮啊，是摸掉梦妆啊，别还摸掉梦妆，可是还是为睡觉啊，为洗干净。所以每次看到八卦床，就会想到，爱爸爸、爱妈妈，啊，然后想到该系，爱细细只咧，穷下都该床上睡觉、啊。很深刻的记忆。对。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假使你们想要分享，妮子家的故事，所以请大家，有限的时间坐得来看看那妮子家的餐桌。短短的时间，请老师赶快跟大家说一下，欧希那篇章的买到其实哈，爱发现的，网络书局其实都方便，像一些网络，像博客来啊、金石堂啊，或是国语日报本讯基地盖网络，嘿也。那如果说你网络不方便哈，那附近的一些书局，实体书局对也找得到哎。好，古早节目也同分，也想到宋雨欣常来到 Any 节目现场哦。最近也没当什么宋雨欣常不爱有机会看到妮子家的餐桌，不阿 Q 没想到懂年轻的时候的故事。什么各位观众朋友，苏康休息一下，等下天天欣赏来走。云通了。